转，正边，回传，回球直接打门，球进了，进了。这个进的还是非常容易啊！看来这个吉奥特·维斯特这个状态应该说是找着了。对于这个重庆力帆队弱不禁风的后防线，看来作为天龙豪猪队来讲，这场比赛是要打出一些东西了。在吉奥森斯七人没进球，维斯特是十人没进球。作为这个刚才维斯特在禁区前面第一次拿球，一个成功控制住皮球，看来作为这个力帆队，对于这个区域要加强这个分享啊。特别是连着三个客场，他这个控制住，后卫队员并没有对他真正的这个拼命的像这个冲抢，这可能是问题，所以呢。看来很容易拿到皮球，看后卫并没有抢前点，也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逼抢，而传回来正好吉奥森是一脚这个打门球进。像维特勒这种回在进入前沿的回传球，不管是后续队员，或者是吉奥森这种射门的话，在这个三个。